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，家姐。今仔日是2023年的元旦，咱大家是非常欢欣鼓舞的迎接新年，希望新年有一个新的气象。咱啊，这个小道场也是咧继续讲啊，大经古注。请看古注第331页，倒算第三行，咱也是对头看去。法华譬如品物，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谓诸法之种。这句话里面包含的内容真丰富，智慧是讲不尽的，力无为也是讲不尽的。世尊用方便法把无量智慧归纳为四大类，就是四地菩提、台湾经地、明定圣地、妙观察地、行所作地。把无量的能力归纳为十种，如来十力。十力咱学到头前的七种，今仔日来看第八种。第八是第天眼无碍地力，为如来净地天眼清净，见诸众生世时生时端正透露，善恶业缘皆摄无碍。这是天眼看到的，无所不见啊！如来的这个天眼，如来的这个法身无形象，不是啊，物质现象，嘛不是精神现象，嘛不是自然现象，什么拢无。啊，伫倒位呢？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其大无归，其小无类。咱啊，看伊未到，伊看会到咱，伊话不老啊。啊，对于迷失所在来讲呢，我甲咱讲，一迷顶内面有虚空法界，一粒迷顶。这粒米顶有偌大呢？咱啊，肉眼看无，阿罗汉嘛看无，三乘菩萨嘛是看无，
眼看到了。无听到亲像大乘经上佛上讲的啊，八地以上啊，一路看到八地以上菩萨的天眼，都是如来天眼了。伊会看到伊尘内面的世界啊！啊，佛讲的迷尘，亦迷之迷，真不容易啊！和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量子力学家可以称作微中子，佛家也称作极微之微，或者称作极微色，色法内底极微的。啊，科学予咱一个概念，有偌大呢？科学家讲，一百亿个微中子组织做伙，伊体积定有是一个电子，原子内面是一条原子核旋转的电子，定有一粒电子。那一粒电子呢，是一百亿个极微色造成的，遐细物件，确实，遐物件嘛不容易看到。生灭的速度是真正紧，那这些拢嘛，和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抓到了。那和咱对于经典上所讲的迷尘啊，有一个概念，以前啊真模糊。换一句话讲，对佛这款讲法，总也是有几分的疑惑啊。啊，今仔日看到科学家的这个报告，咱这疑惑无去了。知影讲佛的天眼是真呢？那无需要任何的现象，伊本来就有这个能力，看的能力，亲像日本冈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水是物质现象，伊无目睭，有鱼腔无？眼里比些心意，这个能量一滴水拢嘛固着。为什么？伊会听，伊会看，伊了解人的意思，伊拢总有啊。但是你看未到，眼里比些心看未到。你是看了一滴水，真正固着啊！一滴水都要过于固着，完完的。那你比起来心意都是六根啊，无六根的相啊，一起六根的作用，自然而固着六根。那如来发心，固着这六种功能，这有什么会通讲呢？当然啦，是会当相信的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功能可以固着在最小的物质现象内底，微中子。
啊，或者是固守伫个根本都无形象的意识内底，都、就是意念，意念无形象。那、啊、今那里科学家嘛是找无伊个现象，都有这个物件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伊拢存在伫即内底。就真像美国休兰博士来我家来访问。伊甲咱大家讲，咱的桌啊、椅啊，拢嘛会看、会听。咱四面的墙壁嘛会看、嘛会听。啊，咱涂骹这个地板，伊会看、会听。顶面的天花板嘛会看、嘛会听。那见闻各地都亲像空间啊，同款的啊，都亲像空气同款。都亲像光同款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着，拢嘛是清楚。所以啊，叫无碍地力。啊，看到一切众生，生老病死，也孤寂的你，或者是端正丢落，这是讲你外面的形状，善恶严严，这是讲你的起心动念。精神状况，该些无该，伊拢知影，伊无一项唔知影。啊，这项代志，咱读过这个文，爱回光返照。如来是发心，都是自性，都是家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别人是这个自性内底流出来，哇，这个信心嘛是自性内底流出来。同根同源，本来就是一体啊！啊，佛法里面修行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啊，第一叫做世界，叫做回归上一光。建立上集功，咱讲一个更加容易体会名词，融化伫个上集功。那个上集功变作真正一体啦，啊，这个概念大乘经常讲真多咯。所谓三世一切佛，共同一发心。这个一发心就是上集功，一发心就是自性。一切法对自性来都流出来，最后一个归自性。
啊，回归自性，都是证到这无上菩提了。那《华严经》证到妙觉如来，无比这更加高呢，无比这更加圆满呢，这是达到究竟了。这个叫做天眼无碍地力啊，佛若有这种的能力，伊就会帮助啊一切众生回归自性啊，伊会教啦。而且示范给大家看，啊，不过经常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什么是无缘？伊也未接受佛的教诲，不相信佛的教诲。甚至讲伊批判佛的教诲，啊，这都无办法咯。唔是讲佛未当教伊，伊无愿意接受啊。凡是有怀疑，无愿意接受，就叫做无缘的众生。是不是永远无缘呢？唔是。初时初地无缘，哇！这个时空无定着有缘咯。啊，这一生当中无缘，来生后世可能都有缘咯。那、啊、因为。一定在拄着该有无缘的佛菩萨，也欢喜接受。有时咱都知影了，十方三世佛，这句话内面啊，含的意思，三世是有未来世。现在所有的一切众生，未来拢会成佛，而且是肯定的啊！大家啊，拢会成佛，只是早晚的问题啊。啊，明白这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咱啊，对家己来阻碍，唔通啊疏忽，唔通糟蹋家己，爱发心向佛学习，这一生啊，我甲佛都有缘咯。啊，依照佛的教诲。尤其是无量寿经的教诲，你啊必定会成就。啊，前一个月、十一月，那亲像是。21号老素魂的大子王星也王星是啊是老素魂技师讲一句话
伊讲啊，咱啊，大家诚心诚意，苦口婆心，来劝导大家合佛。奈何有真正多的人唔相信，故会拜贴。甚至也够诽谤的，那要按怎好这人会相信呢？只有做出一个模样来给大家看。啊，要去倒位找这款人来做这个好模样来表范呢？因大姐给伊讲。伊讲我愿意做这个代志啊，啊，老素云听到都非常欢喜，往生十几天进前，伊啊，那就是得到消息了。哇！有人讲一个数字，2012111112，或者数字，伊甲这数字一个看，2012是年，11是月，21是日子啊。后面佫这12是12点。伊也伫斟酌这代志，啊，因大志伫这往生前几工，甲这信息甲伊讲，看到阿弥陀佛了。因大姊听经无罪，即最近这两年，以前无时间听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所以讲我的表法，第一的表法，净土宗念佛往生是真的，对吧？表即句佛号，专念即句佛号。对往生，那伊讲第二个，我要表的下年纪老技术的回日本是健康的，无时候怀疑。第三个表法是要表唔念做老技术，即注解执注。啊，第四个就是表演啦。啊，咱这几年宣讲这部经，这部经确确实实是度世尊末法9000年众生的唯一的一个法门。那第五个表念佛啦，往生是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往生。伊来做这模样，所以呢，伊甲因大姊往生前5天。第五天、第四天、第三天、第二天，往生的那天，拢录像啊录落来，甲大家做证明啊！啊，这个功德寄来这地来了，
我看得非常的欢喜啊。老太太七十外岁了，大人受分基数四岁，因到底只买两个呢？啊，标告一看到分。啊！伊看到别人看未到，伊讲利用动作来表示，互阮知影讲啊，你是看到佛咯。伊背上莲花，莲花则合起来。你爱甲即个啊表演做出来，阮则会知影，互大家看，确确实实。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到十二点，伊真正去了，非常准时，一秒钟都无差。啊，一秒钟竟然过个大家咧握手啊，那像是咧讲再见咯，笑眯眯讲再见，十二点手垂落来，就真正去了。啊，真是咯！啊，后面过一段啊，我还没看。哎呀，真正都是大慈大悲呀，说起说来，我回来咯。啊，回来创什么？我标这个法。表什么？表不求往生净土，寿命到了，就是这个癌症死去的那种啊痛苦的状况，言之交啊，那生烟往生，你看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最后这个烟的是不求往生。一、那个心识啊，离开身体，真亲像经常所讲的生骨断壳啊，我苦不堪言。老寿魂技师看到老目屎啊，真艰苦啊。人家讲你大只表演的啊，你还讲我？啊，和大家啊做一个比较啊！啊，你将来啊要走是要选择多一种方式？啊，因大志讲，功德落落来，流传后世，会到以后九千年的可能众生。啊，这个功德咱家制作出来，大概啊，伊这机器设备真差，技术嘛真差，但是呢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啊，老技术今后拢有详细说明。人讲这是真的啊，伊家己真正是为了表法来的啊。啊，一生所过是辛苦的生活，忍忍是不能忍。受人所不能接受的这些折磨苦难，你拢总受咯。
那一个人讲，人生无怨无悔，所受一切折磨是为家己消灾消业嘛。啊，最后走的时阵都遐潇洒，遐自在。啊，甲人讲，伊的莲花来对，伊的阿弥陀的身边，啊，咱知影，他到这所在，如来天眼是咱家己的本领，智慧亦无畏，咱拢总具足。甲佛拢同款，只是佛伫个角位，伊无迷，伊拢用着咯。咱今仔日迷失诸生，虽然有遮个呀智慧啊、能力啊，伊未现前，所以啊，咱对即个爱固着信心。啊，特别重要是苦教这两字，这丝毫都不会怀疑。下到你上面无老地力，为如来有种种宿命。种种是众生，啊，宿命呢是自世长久啊。一切众生有自世时间呐、啊，是真长的；有自世时间呐、啊，是真短促的。伊拢知影，一世乃至百千万世，一劫乃至百千万劫，事处成彼，事彼成处，性命、饮食、娱乐、寿命，如是遍地。阿弥如来故地，无一毋知的。啊！一切众生是指这是法界，啊，四性法界，暂时放一边，咱看六道，诸天，这是大分。28战天，天灵，人间，在咱这地球，会看到无同的人种，无同的肤色，无同的这个身形，无同的族类。无同的文化，无同的信仰，无同的风俗习惯，这个讲的都是啊，种种。我看众生，人类非常的罪。非常复杂，啊，五鬼地狱，这种叫做幽情众生。各看树木花草，植物的品类嘛是无量无边，山河大地、矿物、
这叫做无情众生。那其实无情是啊，佛对人方便说的啊。现在咱知影，一粒土沙也看会听，你那叫无情。啊，一滴水也了解人的意思。那呢，咱对明白真高调。情甲无情，拢有见闻各地呀。用现在话来讲，有机体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是精神现象，伊拢总是有机体。就讲伊是活的，会看会听，会啊了解啊人的意思，啊当然伊会知影家己，也会知影周边环境，啊，这些信息伊拢咪接收，伊家己咪当发出信息给别人。这个总的说明了一句话：宇宙甲家己是体啊。啊，佛的经上讲到水，常常用摩顶来做比如。啊，摩是身躯的汗毛，身躯的汗毛，什么意思？摩安怎讲摩的尖端呢、啊？这极微细之处，顶是讲这极微。未当搁再水咯，水家无办法搁再水咯。那这个叫你水，不就来对？有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化界、虚空界无缩小。这个摩顶无放大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甲咱讲，普贤菩萨定定去到这个摩顶法界内面去参学，中华文化啦。过去度化众生，啊，摩顶法界来对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啊，所以四十华严。是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品，品对，你不思议境界，普贤行愿品，不思议境界是所立，普贤行愿是能力。啊，普贤行愿何以能立呢？普贤行愿把境界全部突破，
梦境还原观，三种周边最后的一种啊。阿明朋友，所以伊会当啊，结立啊，阿明朋友是什么意思呢？空间跟时间都无了，无空间，都无大水，无时间，都无前后。所以你若咧问讲，是啥物时阵、啥物处所，我只是一句话答复你，就在当下。娱乐世界的都位在当下，化妆世界的都位在当下。啊，天堂地狱的都位在当下。佛经的开端，如是我闻一时，这是真的，确实就是一时。确实就是一处，这个义理真深，意思完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才会去成就，你也才会当看到啊，这个境界。起心动念不放下，你看不到。啊，生死世事，端正丢落，善恶业缘，无所不知啊！一劫乃至百劫，这只时间；一世到千万世，是啊，只是空间。啊，六道里面。人都死咯，生精生道，或者生到天道。那天道死咯，有生到人道，然后生到三道。那你哋都一道，迄个时阵用嘅姓名，饮食嘅状况，苦乐嘅状况。寿命长短，全拢知影啦。啊，你伫这一生当中所做的行业，就是头前讲的善恶业缘。啊，有福你所修的都一个法门，拢知影。所以后来教学方便啊，会顺着你的根性啊，记起要学习的
如果记起捌真侪摆啊，学习这一生去拄着，就真容易了解。继续学习，安尼就会才会当深入嘛，啊，深入经中啊，唔是讲一生一世做会到的，生生世世。啊，一世圆满，只有一门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一世圆满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真长啊，无办法计算的，你是真正不能修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讲是不净啊，力明心见性啊。啊，你离开西方极乐世界时阵，你决定成佛，你才离开啊。而且你所证到决定甲阿弥陀佛完全。拢嘛同款，啊，圆满的具足，阿弥陀功德无比的殊胜，不可思议啊！诸佛赞叹伊啊，称伊是功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个。赞叹到极处了，这叫做地宿命啊，无老地力。最后一条，第十，地应断失去地力。特别是蝶丁甲菩萨，为如来无一切歇，无时气分啊，无时气分，云短不兴，如是遍地，这是什么地位啊？菩萨的。结果，啊，到究竟结出都是顶格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大行完教，明心见性是放下起心动念，这就明心见性咯。那地位呢，是完教初诸菩萨，初诸个契机呢，有十诸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。四十个位处，啊，四十个位处顶面各有一顶格，咱知影这个四十一个位处，无一个是起心动念的，啊，起心动念都无落。当然就无分别执着啦。哎呀，咱来明了，无起心，无动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是什么境界？平等境界。啊，真正。清净平定
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，所以啊，因真正成佛了。啊，成佛安怎习气无断啊？啊，什么习气？无明习气啊，见思习气断尽咯。见思习气若无断尽，是袂当啊出六道的啊。啊，所以见思啊，这个见思定杀习气断咯。叫我是法界了，诸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里面无明习气啊，无断。有时咱就知影讲，一真法界是安怎来呢？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啊！啊，这个习气断咯。是不脱的境界都无去了。那上集讲的现前啊，这个时阵完全用的上集讲华严经称为妙觉古位啊，就是究竟古位去妙觉。妙觉内底什么形象都拢无，所以也叫空。叫真空，真空就是一大般涅槃啦。那真大般涅槃，就是确立真空。那真空起作用咯，都是不可思议啊！那慧能大师开会时阵讲咯，佛其自性，人性万法。那这个人性万法，都是啊，自性起作用。那一起作用，未灭。啊，咱是一念不觉，啊，自性变作阿赖耶了。从此以后，阿赖耶的做主，阿赖耶不是真心，是妄心，所以一切拢嘛是希望。修行正果，最后就是正理自性，完全离开欲望，包括是报土拢无去了。这个叫做啊，成佛究竟圆满佛。那诸性哪会当生万法呢？是因为众生有感，佛有应。那众生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你有感，佛随时都有应。为什么佛无离开你啊？啊，阿弥陀佛在这地来现身，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你讲伊在十万亿佛国那边寄来了，不是？啊，你完全无了解啊！阿弥陀在多位？极乐世界的多位，跟咱完全顶塔做伙啊！
伊会看到咱，咱看袂到伊啊。就在当下啦，啊，伊来现身说法，做一切佛事，做佛事都是帮助众生啊，讲话的代志啊，这叫佛事，佛是教的意思。拢那伫当下，无来去啊。啊，无记起现在未来啊！啊，时空都无存在啊，但是咱有时空的这个概念，有时空这个现象，啊，自性啊，是拢嘛未相妨碍。啊，空会妨碍有，有嘛未妨碍空。你说话自性空，啊，这不会妨碍，这有妙。那、啊、所以佛的怎样讲，即起永断不生啊，要记起这句话。永断不生，众生啊有感是大观实现，这件代志，无论是你输因故，你的真相佛完全遍知啊。何明的永断失去地力，啊，咱有灯无？唔知呀。啊，所以修行，爱礼请高人，甲咱证明。啊，记起祖师大德，要做这件代志啊！啊，别人修行是不是真正开悟？伊来啊，检验。通过伊的检验，伊甲你做证明。啊，社会大众都会相信啦。啊，你经过境界，比你高一关的人知影。跟你的品味同款的人知影，品味啊不如你的，你知影伊，伊唔知影你，这是十种地力啊。伊一句咧。无所谓，无所谓有四种，这种归类归大类，是无所谓。这四行书，同言无一家，有佛，佛是立即。地雷枪，无所谓对家来呀、啊！明了决定，国务大众中凡有所说，即无恐惧之相，
无所谓，特别是注重一定的意思。那你钢筋教学，那你所讲的你个书，拢是你家己亲证的，你无丝毫怀疑。你讲了，别人会相信。啊，那你家己无证着，别人问着你，你也有疑惑，唔敢啊，完全啊肯定。啊，咱家己亲身经历的啊。啊，早年有一个机会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我甲中国老祖宗的物件，这拢是伫书里看到的。提出来伫个大会内底做报告，大家听了拢真欢喜啊，拢拍扑啊，讲啊真好。散会了后，有一群人来问我：“伊讲法师，你讲的真好，那是理想啊，做未到啊。”我就听着这话，心内就叮当一下，敢敢讲做会到嘛？唔敢啦。因为我不看到，啊，对古圣先贤的物件，唔敢斩钉截铁，遐尼肯定，人家回进门也去问去咯，唔敢回答嘛。啊，所以我才想着讲，一定爱做证啊！啊，佛家讲的啊，三转法轮最后是做证转啊，都要人做证明，这真的不是假啊！啊，咱统计当地这三年的实验，我过去联合国去做报告，武器就肯定了，一点怀疑都无。你唔相信？你去看，我做出来咯。我先把看到，这绝对唔是假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伫今仔日这个社会，有修改科学四百年的岁月呀。咱的这款想法、看法，不知不觉受到伊的影响。啊，这个影响是我的目睭无亲眼看到，总是唔相信，有怀疑太多，讲更加好是半信半疑，一定爱啊亲身去看到。经历啊，就袂通讲咯。啊，所以当地伫迄个三年，我知影讲国外有一寡专家学者，那联合国的会友啊，这个会友。我知影都有三十外人，当然要我唔知影呀。因去当地用苏宁观光旅游的身份去参观，伫这小镇待三工四工，亲眼看到呀。啊，安尼生，咱则无所谓啦。
无同嘅即时间也受畏惧，人即问唔敢肯定，佮伊也答复，讲话也模棱两可啊。下面呐 佛估了四个字四种。第一，一切谛无所谓，一切谛者，有世间出世间，一切诸法尽谛尽见呐。第二，因为这句话一般人都不相信啦。这拢是受过固定教育的，啊，拢提着朴素头衔。啊，你讲是一切谛，无一人相信，人无可能一切谛啊。这个啊，伊唔知呀，伊对事实真相伊唔知，唔知啊，讲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啊。啊，林大师讲咯，不计自性，人生万法。那一切谛都是谛万法，伊安怎谛呢？伊见性知影呀。一切法是自性生的，自性现的。你看到性，你哪个唔知影呢？无看到性的人绝对唔知影，无见性的人绝对会反对这款的讲法。哪有这款人啊？这是人赞叹上帝，赞叹神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赞叹不是真的啊，你哪敢当真呢？啊，咱听就袂安怎？真正好了，问倒去咯。啊，不过你那是深入经中，以来都有这个啊。释迦牟尼佛学习的时间无长。啊，十九岁离开家庭，出去参学。三十岁成道啊，成道不是因参学而来。那参学十二年，又非常用功，非常勤奋。啊，印度。所有这些出名的学者，宗教里面呢，有修行，有正果的这些人，伊拢看到。那悟到人生真相，这些人伊都唔知影。所以不满意啊。有时伊就放弃参学，去啊菩提树家去立定。修定是印度人的风气，一切宗教，一切学派，无一个未修禅定的，
所以修禅定是个风气啊，四禅八定。诶，当啊到第八定呢，到第四禅，到第八定的人真多，唔是讲无定定看到。你钓一点啊小定的人，啊都更加普遍咯。啊，苏德完这种修定，人都更加多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放弃啦，啊，去菩提树下入更加深的禅定，啊，一定要更加深的。定中的境界，这会让推广，这会深入。啊，四禅八定是真有限的，只知啊六道轮回，六道以外都唔知呀。嘛，无人讲想要甲世界要突破。大家拢到这地就止步了，你说这是最悬的。啊，印度人甲四空天、四禅天，你说讲是啊，般涅槃啊，达到这地就到究竟了。呀，做了成阿罗汉。也最多也成佛了，这是种误会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更加深层次的禅定啊，你讲什么程度？应该是林大师所讲的，好机自性本无动摇。啊，这句话咧讲的都是自性本定。啊，自性本来是不动呢，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。本来不懂，那伊看到六道以外的境界啊，无量无边啊！啊，用《华严经》来讲，伊也看到华严世界啊，看到华中世界。看到全宇宙拢是自性变现出来啊，自性变现出来，伊拢看到咯，这叫证到究竟圆满啊！咱来问讲，《华严经》释迦牟尼佛是对对而来，我《华经》对对而来，无人教伊啊。印度没人说啊，我所说的这些经印度人都没说过啊，什么人教他呢？他对他来，这是什么？无师自通啊。那无师为什么自通？我就跟我们说的，只要你见性，你拢全部都通咯，你不通是因为你的迷惑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伊也甲你的自性障碍着，自性来对本有的智慧、德能、上好，拢总拢无看到，这苦不堪言呐、啊。
你若建成了后，就是全部拢出现啦，拢浮现出来，无一项未通的啊，无一项唔知影的啊，所以古印度的佛教、中国的传统教学，当然受佛教的影响。佛教虽然没来中国来，佛教里面真管的这些思想已经来对有啊。孔子有，老子、庄子拢有啊。迄个时阵，佛教还未来中国，为什么有同款的想法啦、看法？这是啊，中国古人所讲的“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”。啊，因为这关的境界，有这关的定力，啊，定心慧呀，啊，你真正个心定落来，你会现前就无所不知咯，无所不能啊。啊，这两句诶，唔是赞美神的话。啊，真正到个这个境界人，确实就是安尼啊！而且人人会当达到，是人的本领啊，无什么奇怪啊。你会修个释迦牟尼同款的定，该我咯。释迦牟尼佛讲物件，你拢听有咯。释迦牟尼佛佫有真侪物件还未讲过，你拢会讲啊。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四十九年所说的，拢是沧海一滴尔。啊，讲出来这物件，一定是地球上人会当接受、会当理解、会当做到的。佛讲，如果伊若做未到，伊啊智慧达未到。定功达未到，无功。功能安怎？功能叫废话，无路用。佛说法应机啊，你说，你就少听多，只跟你讲少恶，管你未讲。啊，迄、那个地区中学听多就讲中学，未讲大学。这是啊，佛说法的一个原则啊。那所以呢，一切地是真的，在中国有，啊，慧能大师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。这个人无读书，唔捌字，唔捌听过人咧讲经，一定每段八个月，没有讲堂，唔捌去过，没有禅堂，伊也无去过。你讲坐禅，一支香都唔捌坐过；讲堂一拜经都唔捌听过。你开悟了，那些开悟了开悟的时阵是禅定当中开悟。六祖慧能大师是听经开悟的，
啊，半暝三更，我做吊剑哩，伫风中室内底，会讲金刚经，当然毋免经本啊，伊毋捌字啊，讲金刚经大意，啊，无讲完啊，大概只讲了五分之一。四分之一的款啦、啊，讲到应无所住离生之心，你就开悟了。但伊讲了五句话，迄都是伊听经开悟的布局啊。那是伊博士论文，真简单，分基自性。本处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？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？一项都无欠。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？何其自性人生万法？我做听到这地，就甲伊讲啊，停，会用你咯，免阁讲。你话都可以啦，当时就叫伊赶紧离开，又要紧走。啊，去骗人啦！啊，到咱的这个当中。在竹河川拄到无尽宗比丘尼，那这个比丘尼修持《大涅槃经》，这《大涅槃经》啊是真长的，分量真大。那当年呢，伊逐天伫咧念这部经，那伊念经的时阵，拄好去啊，拄到慧能。慧能听伊念经，但是念完了后，慧能甲伊讲：“你拄才念的这段经文，伊讲的啊是什么物件？”慧能讲伊听，伊啊听了后啊非常欢喜啊，碰到经本来向伊请教，慧能讲我唔捌字啊。你免提经本，唔捌字那会讲个真好呢。这个呀、啊，跟捌字跟唔捌字学经无学经是无关系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麾下43个开悟人，无不尽忠比丘尼。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一切地唔免去学，学未到的啊。学哪会当学会到呢？世间人什么拢爱学，无学都未向呢。所以当年你未当相信呢。你这唔免学的啊，开悟都会向你啊。这世间人自忙都想未到啊，你该讲伊唔相信啊。那唐西方的教学理念跟方法完全都不一样，那西方不会接受东方的，东方绝对不爱西方的，这个事实啊，必须从清楚从明白，和西方的人了解东方这套方法是高明极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一生讲这多经，无人介意啊。慧能大师嘛是无人介意啊。伊唔捌字啊，伊就听就会响呢。啊，要有一个真明显的字。
发的闲书，啊，去做客去参访六祖，啊，见面礼拜三拜头拢无着地，啊，起来了后，六祖啊，都问伊讲，你啊，心中啊，是毋是有值得骄傲的所在啊？礼拜头无拄地是骄傲，五万伊就讲咯啊，伊啊上啊发花经三千铺啊，这是一个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诶。发花经啊真长呢，虽然七卷，每一卷分量拢真大。那一般人一天大概上一铺，三千铺啊，啊，就是讲定有将军啊，十年，十年专攻一铺经，真难得啊！无开悟，啊，马士爹将我灭我啊，这个边缘顶面，六祖。啊，听到，问伊讲，发花经在讲什么？那伊讲未出来。啊，念个真实啊，无讲我，无开我。啊，伊话都转来向六祖啊请教，六祖讲这个经，我唔捌听人念过。你念给我听，那伊念个真实，背个足实足实的。啊，法华二十八品，伊真听话，对头念落去，念到第二品，方便品。六祖讲好咯，免个念啊，我拢知影，讲会听，伊开悟咯。啊，一部经都要听偌济，免听伤济，听一点点啊，就拢了解咯。啊，伊听金刚经也加听五分之一，就拢了解咯。佛教从个中国来，佛啊，即、这个学习教学和理念方法，中国人完全接受，如接受了都嘛接受，啊，即、这个方法真妙啊！开发自性本具的功德啊啊能量。那现在两组的学家怎样？你看外口租店买，才会租真多。因讲念力啊，念力的秘密，讲能量场、零点、能量场，这拢嘛是属于这类的。啊，佛法定咧讲啊，一切法啊是从心向生的，这心一处无处不般。啊，外国人对这理念啊不深，啊，因冇这心一处。两五角尖嘛，买发现问题啊！啊，德国的普朗克，那就普朗克，普朗克
伯朗克是爱因斯坦老师啊，专门研究物质的。物质到底是什么物件？这个秘密可以突破了。啊，所以也不顾，这是伊一生创这代志。啊，最后不顾讲，根据伊研究，世界上无这个物质这物件，物质是假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。啊，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幻想，也根本都不存在。啊，现在和科学家大量的应用来做实验，提出一个新的理论：疑心恐物，就是讲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。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？这在科学上是一个大革命啊！啊，如果那是和所有科学家接受，现在整个科学都产生变化了。啊，念头这个力量集中，啊，这是科学家讲出来，是假设的。这个能量会当改变太空当中星球运行的轨道，这个、力量偌大呀！啊，咱伫佛经上有看到阿罗汉。佛菩萨的心通，世界上星球提在手里算，蛋在吃，蛋去吃，像在打球一样。星球顶面住的人完全都不知道。啊，因生完了要安在原来位置。科学家的幻想和经常有啊，啊有这么大的能量，地球上这些灾难算什么？念力会当给它控制掉呀，会当让火山未爆发，会当让海啸冰覆，人的身体若无病啊。会当可以自然恢复健康，没有疑忧。啊，老师分的大志，伊得严重的癌症，癌扩散，一般平常的人是痛苦不堪。伊每工一工到暗笑嘻嘻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念头，因为念头内底无边的这念头，有佛的念头，啊，所以意念会当治一切病，哦，你带着这个病毒的细胞，隆重恢复正常。就无代志咯，没用医药，也没用针灸，没用外力，反正用家己的念力来恢复健康。啊，这是啊，非常非常有道理的啊。啊，所以如来
真知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咱得相信，咱对这代志袂怀疑啊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接受，咱真正练功是练什么呢？就甲这个心念在一处，咱的一处有正宗，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甲念头定在这个佛号顶面。啊，老素魂灵大智的表演。表演个遮尼啊，自在啊，无别行，就是伊个心伫符号顶面。啊，听经、读经拢无做，拢是最近这两三年个代志。啊，时间嘛无真长，但是咧，伊即句符号念个非常得力。啊，这是一处无事不办啦、啊，这比什么较重要咯？这叫做无所谓，如佛言，佛家己甲大家讲，我是啊，一切净地林，我的。安稳，得无所谓。在大众中做师之好，能转法轮。那转法轮，马是印度东西，一句口头话，就是教学。中国人讲教学，我印度叫做转法轮。也都是佛讲的，也是一切净地林，所以啊，得安稳，安稳都是禅定，心地清净。无朴素啊，无忧虑，无牵挂，无烦恼，叫做安稳。啊，得无所谓，甲大众接触，唔惊人问。你有疑难杂症啊，讲出来，佛一定给你解决。啊，有智慧，有善卡。唔惊人问啊，所以啊，会让伫大众当中做师之好，师之好就是说法教学啊，就是说明讲伊开悟了后49年讲经说法，教化大众。有将出家人悟出世间法。啊，在家人有世间法，伊拢了解。啊，你问伊，伊无一项唔知影呀。住沙门婆罗门啊，这世间修行人，无共宗教派别，拢包括伫即内面，六天。魔幻这三字啊，这不是人间，这天上天灵魔王，这个魔是指欲界第六天天主普顺天王，幻是指色界天，色界十八层天。四象天呢，这种用环来代替。啊，咱通常在咧讲，这叫天神。
六合五种啊，人间修行，而且天神要其他，是不能转啦、啊。因啊，无办法啦，教学。啊，有机佛法，常常伫咧讲的《大祖纲经》，这个大祖大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大祖是只听将来对听都不济。有唔捌字的，无读过书的，有专家学者，男女老少，听到完全无济，你会当讲甲，互每一个人听到拢欢喜，听到管的人讲甲真好，听到家人嘛听有，拢总拢会得到利益。这一般人做不到的啊，这叫做啊大工作啊，这场所叫大工堂啊，开大桌，那个老师上课容易啊，伊迄个班听到真侪好教了，或者这工堂无好教咯，好像无讲听多拢嘛有啊！你讲要用各种的无讲的机，我大家听得拢欢喜，听得拢满意。这叫做大祖纲经啊，佛就会教啊。所以古早时阵，无开外，唔敢去定做。啊，惊人听到了后，提出几个问题，你袂当解答，也就不害死咯。啊！连在经典里面看到，所以阵刚开始阵，常常有人起来反问，啊，佛一定会给伊真满意的解答，灵验非常，会当讲是对头到尾都是啊答问。啊，参加这个法会。出家在家菩萨，罗汉因，这些人啊，菩萨列王是国王啊，冇提出问题来，所以这是一切地无所谓，这就是开悟咯。现行，那诸行本具而不遮地非现前，自然对啊，解答一切问题，唔免去准备的啊，嘛免去学的。第二，老尽无所谓，老是烦恼。啊，老是啊，烦恼的代名词，无名烦恼，丁刷烦恼，见书烦恼，
啊，这些个一切烦恼啊，归纳做这三大类。无明烦恼上盖细，上深。伊是啥物？伊也是整个宇宙的元气。啊，宇宙对对来，都、就是对无明烦恼来。经常的讲啊，一念不觉，这一念不觉都是无明啊，都是无是无明。整个宇宙是对于发生的，结局迷失。那、啊、这行代志呢，连近代科学都无发现。对无明烦恼来对衍生出尘沙烦恼加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是对家己的，尘沙烦恼是啊对众生的，对外面境界、外面的一切啊理啊思现象无量无边，像尘沙同款。啊，对家己呢，就是咱把这个外面的境界看错了，想错了。那、啊、看错了，就是见邪。咱错误的看法，想错叫思邪，邪是迷邪啊。但呐、啊，对所谓的境界，全部拢看错了，全拢想错了，看错了。这叫做见思烦恼啊！这三种烦恼拢总苦集，你爹啊六道轮回来对。那、啊、见思烦恼那灯，就是超越轮回了。啊，去到位咧，哦，速现法界。声闻缘觉菩萨佛到遐去咯，比六道好，好太侪咯。啊，这地呢是迦牟尼佛的净土，方便又有土啊。那、啊、这个土是对倒位来？是对无明尘沙来的？啊，在这个内面，把尘沙烦恼断咯。个无明烦恼嘛断咯，啊，心法界都无去咯，心法界是假啊，不是真的啊，也是梦幻泡影啊。那像对这梦来对精神咯，精神那是什么世界？是十部中央土，叫做啊十部土，啊感情为部土。阿妈称为啊，已经发界，那已经是对下面是发界讲，因为是发界是生灭法啦，所有现象拢是啊无常的呀，啊无常就是讲伊的生灭，这啊科学家发现咯，整个宇宙拢是对波动的。当中啊，所产生的现象，啊，伊的根本原因就是普通现象，普通现象就是佛法讲的一念不觉，那、啊、不觉啊是动的，觉是不动，觉心不动，没有心是动的，啊，所以是法界依经庄严。拢是对普通现象产生的。今仔科学家有讲了，弦定律，就是说明普通的现象。
啊，科学家最近啊，这三十年所发现的，真侪个佛经上讲的拢相应。啊，如何会让立心不动？这个真正的是学问咯，不动是等烦恼的尖峰边，无真等佛祖咯，就是讲定会学烦恼未当等呢。啊，定当中开智慧咯，智慧啊！会断烦恼，你为什么觉悟？烦恼是迷啊，觉悟咯啊，迷啊都无去咯，所以烦恼自然都无咯。烦恼不是真呢，不过是你迷的内底，伊真也起作用。啊，真正会让你烦心，真正会带让你苦恼啊。啊，所以老金烦恼金咯，业业生死拢种金咯，业业是因啦，未去造业，将来生死的果报，就拢种拢无咯。佛做教，化身菩萨做教，啊，无所谓是什么意思呢？如佛言，我一。切老金啊，烦恼习气拢总等清气咯，所以啊，得着安稳。安稳是定，是自性本定。得无所谓，无所谓是智慧。你看，对定归智慧。啊！一切老金，这就修归故了，是概率，应该得定，安稳是定，因定开慧，无所谓是慧，在大众中做事做好，灵转法轮。啊，甲头前同款，诸沙门婆罗门，这个修行人，该未必的。天魔凡，这诸天天神啊，该未必的。啊，机会一切，当然了嘛，做未到的啊，那都是不是不灵转呐、啊？只有佛可以教化救法界的众生，那这个六合无众就是指救法界众生，佛拢总可以教，啊，拢总可以去帮助因觉悟。回归自性，完成佛道。黄严经上讲呢，情物无情，动完中地。佛啊，有这能力，有这智慧，有这种显卡方便。啊，这就说明修定解悟。是啊，应该都爱行这条路呀。啊，功好多闻呢，固定是开悟了后的代志啊。啊，开悟进前，未功好多闻，对开悟是严重的障碍。
那什么收地种啊？啊，那是啊，林扎歇，你知影物件真多、真杂、真乱，你的心定未落来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三十岁，啊，头前十二年所学的拢总放下，那叫放下收地种。十九岁离开家庭，放下烦恼障，离障拢作放下，伊开悟咯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到了。